아휴. 雨轩，你走到窗边。今天，谢谢你了。不客气。生日快乐。 你吃，你吃吧，先吃，先吃吧。哎，你昨天晚上干什么去了？哎，我本来准备去买水，但是一想家里有，再买太浪费了。你下次再这样子，我揍你，揍你！不敢不敢。哎，行了行了，快吃饭。嗯，吃饭了。嗯，好吃哦。嗯，请问，我，哎，总经理，你醒了？ 我能在这儿吃顿饭吗？一起吃吧。嗯，坐。哎，你不是一直在雅俗家吃饭吗？大叔早上来了个电话，说碰到了一个朋友，可能会晚一点回来。哦，这样啊？来来来来，坐坐坐，来来来，吃，吃。哎，吃饭去啊。以前我啊，上班的时候，可以在外面买着吃，现在我不用上班了，偶尔会来叨扰你们。 文清他回来了，嗯，他说今天晚上就会上海，我就知道他一定会回来的。你真的要跟我们重新签合同吗？当然了，我不仅会和公司续约，而且我会帮王文清达成他的梦想，直到他坐上公司董事长的位置。 雨轩，雨轩，雨轩，干嘛？你真的找到工作了？当然是真的，你不相信我啊？不是因为我变成穷光蛋了，才不想跟我合作吧？哎，你以前是富翁的时候，我也没有说过要跟你一起工作啊。知道了，一起走吧。一起去哪里啊？我现在没车了，只能坐公共汽车去办事，可是我不知道该坐什么车去。 真是的，过来这边啦，坐啊！哎呦，啊，哎呦，嗯。
我跟你说，等一下公车从那边来，然后呢，上了公车之后呢，就要给他这个铜板，一个人一块，所以要给我两块。没有。哎，谢谢了。昨天你淋了一点雨，我还挺担心你的。气色不错嘛。我身体本来就很好啊。哎呀，你太凶了，连病都不敢来找你。什么？开玩笑的。去哪？我到了，跟你说，你就直接坐到电视台那一站就可以了。OK， 那晚上家里见。哎，晚上家里见。哎，嘘，小声一点，别人都看到了。有什么好怕的？我们就是住一起嘛。再见。你说你来了啊？严谨。过几天我再来啊。好。不是说要延后几天吗？是啊是啊，不过现在，哎，跟你说实话吧，我们头说了就当没这回事，具体什么情况我也不清楚。算了，到底怎么回事，我很清楚。哎，谢谢您了。可能去别的地方也一样。我知道。啊！哎，走走走！啊，好好。大概有100年没见了吧。对不起，丢下你就跑了。听说你又搬回了以前那个很简陋的房子，是不是连车也没了？我本来想等平静以后再跟你联系，怕你现在不愿意见我。自己现在什么都没有了，还知道替别人着想，真像一个没有翅膀的天使一样。怎么，你现在满意了吗？哦。行，回答还蛮干脆的嘛。你忙，我们以后再联系。好吧。哦，对了，我劝你还是不要白费力气了，因为凭你哥哥的能力去打发一个毫无名气的新人是非常轻而易举的事情，你应该知道吧。不是你是我哥哥。我还没有做好准备呢。你不是非得到我不可？不是。我听说你现在已经被你哥哥赶出家门了，对吧？好，你还是去见见你哥哥吧，他马上就要回韩国了，毕竟你们是兄弟，不管怎么样还是应该道个别吧。哦，真是都已经被家人赶出来了，竟然还说满意。之前你说在服装店看见雨轩了，对吧？是的，具体什么情况我也不清楚，
上午去拿衣服的时候正好碰上了，看样子是在那里上班。哦，我现在在酒店的大厅里，你下来吧。我们之间还有见面的必要吗？哥，是你自己说的，你可以对什么都无所谓，可是我不需要像你这样为所欲为的弟弟。在你成功之前，别想再回来。你这一次踏上来上海的飞机的时候，也应该明白，这是你最后一次机会。保重，替我向奶奶问好。你这小子还真了不起。没错，我不仅了不起，还很平静，对吧？什么都没了还这么平静，我可是担心死了。不光是你，还有王文清，交了辞职书之后就失去消息，渺无音讯。而明明呢，只知道由着性子胡来。文清，你还不知道？你们大张旗鼓签合同那一天他就消失了，到现在都没有消息。啊，这么多麻烦怎么解决啊？现在还能怎么办？以后也只能这样。好了，那我先走了。你不是因为无聊才过来玩的吗？怎么这么快就要走了？我是因为心里难受，又没有地方可去，现在我得算计着过日子。再说我也没有钱喝酒。切，臭小子，我是不会找你要钱的。